洋葱来做好吃的料理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哎。那我来问问苹果姐姐好了。苹果姐姐，请问你知道洋葱可以做什么好吃的料理吗？哦，洋葱啊，洋葱可以用来煮汤、炒菜、做咖喱，还可以用来做新鲜的蔬菜沙拉哦。哇，原来洋葱可以做出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耶。嗯，没错，而且洋葱是很健康的食材哦，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哦。哎，彤彤姐姐，你想要拿洋葱来做料理啊？对呀，因为我最近在学做菜哦，家里刚好有洋葱，我就想要用洋葱来做出好吃的料理。谢谢苹果姐姐给我这么多好的建议。不客气。哎，不过今天啊，默默姐姐也煮了一大锅的汤要请大家喝哦。不过喝汤之前要先考考小朋友哦。嗯，那我们赶快去看看题目吧。嗯，老板鸡考考你，睁大眼睛看仔细。我们要一起合作煮一锅香喷喷的汤哦。嗯，你的汤好香哦，我刚刚啊从好远的地方就已经闻到你汤的香味嘞。今天啊这个汤一定很好喝，而且啊你看，锵锵，我还准备了红萝卜给你煮汤哦。哇，太好了，果冻姐姐，相信这锅汤加了这个红萝卜之后，一定会变得美味又可口哦。哇！哎，对了，那你们三个人，什么食材来？啊，我有，我带了我最喜欢吃的糖果。哎，我带了很好吃的番茄。哦，我准备了营养满分的马铃薯。啊，那个，你们三个人知道今天是要煮汤的哈？知道啊，知道啊。汤啊，汤。可是糖糖姐姐、布丁姐姐、焦糖哥哥，你们三个人之中有人带了不能煮汤的东西耶。真的吗？是谁？小朋友，你们知不知道糖糖姐姐、布丁姐姐和焦糖哥哥谁带了不能煮汤的东西吗？赶快一起猜猜看哦。应该不会是我吧？是谁啊？到底是哪一个？嗯，这个是糖果啊。哦，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想看，到底是谁带来的食材不能煮汤呢？好，现在苹果姐姐给大家三个提示哦。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。第一个提示是布丁姐姐带来的番茄，番茄可以煮汤吗？那第二个提示是什么呢？一起来看看。好，第二个提示是糖糖姐姐带来的糖果，糖果可以用来煮汤吗？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。好，是焦糖哥哥带来的马铃薯，到底哪一个东西不能够煮汤呢？哦，我觉得应该是糖果不能拿来煮汤吧。小朋友，你的答案有跟彤彤姐姐一样吗？嗯，那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答案就知道了。答案到底是什么？老板鸡来告诉你。哦，原来啊，不适合煮汤的食材就是糖糖姐姐带来的糖果。糖糖姐姐，不是我要说哈，糖果虽然很好吃，但是它真的不适合煮汤啦。啊，对哦，这个糖果不适合煮汤哎。对啊对啊，适合煮汤的食材呢，应该像是肉类啊，或者是蔬菜类，像是番茄、马铃薯都是很适合用来做汤的哦。谢谢大家帮我们找到正确的答案，那我们现在赶快把番茄跟马铃薯放进去吧。好啊。好啊，削皮一个切，那我负责什么呢？哎，我负责吃好了，太棒了！哎，削好就放进来啊！加油加油！哇，没错没错，糖糖姐姐带来的糖果是不能拿来煮汤的哦。如果要煮汤的话，要用蔬菜或是肉类会比较适合哦。这样小朋友了解了吗？还有小朋友记得喽，吃完糖果之后要刷牙，才不会蛀牙哦。那我们魔法老板鸡下次见喽，拜拜。